大家好，今天是庞贝圣母的54日敬礼第六天。敬礼的念法：先在首27天诵念求恩9日敬礼3次，然后无论是否获得所求的恩宠，立刻接着再用27天诵念谢恩9日敬礼3次。这是一个54天的敬礼，而在这54天内，每天也必须诵念20段玫瑰经奥记。我们先开始念敬礼圣母的祷文，然后接着每天完整的念玫瑰经的欢喜奥记、痛苦奥记、荣福奥记及光明奥记。在庞贝圣母的画像前燃点蜡烛，手拿着玫瑰念珠，作为心中强烈信德的标记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请圣女加达利娜转导。啊，圣女加达利娜·西耶纳，我的保护者和导师，当对你前进的人诵念圣母玛利亚的玫瑰经时，你就从天上协助他们。在这一刻，请你来帮助我吧。玫瑰经之后，你在庞贝山谷内设置了他恩宠的宝座，求你辅救，与我一同诵念向他求恩的敬礼，好使我借着你的转导能获得我所渴求的恩宠。阿们。天主，求你快来拯救我。上主，求你速来扶助我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啊，无颠童真，神圣玫瑰经之后，在这个信德沦亡、众人都不前进的时代，您愿意在庞贝这片给外教王者长眠的亘古土地上，建立您的宝座，做我们的母后和母亲。今天，您从那个昔日崇拜偶像和魔鬼的地方，以天主宠爱之母的身份，到处撒下天上慈悲的宝藏。现在，也请您从您仁慈统御的宝座上，以慈目回顾，怜视我这个极之需要您助佑的人。我现在全心向您致敬，并以母皇和神圣玫瑰经之后来呼求您，请您同时也向我显示您是真正的仁慈之母，如同您曾向许多其他人显示您自己一样。母后万福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瓦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，在这地栖之谷向您叹息哭求，我们的主保，求您回顾怜视我们，一旦流亡期满，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、万民称颂的耶稣。童真玛利亚，您是宽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饴的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啊，伟大光荣的圣母，我的灵魂担忧呻吟，饱受折磨，俯伏在您的宝座前向您致敬。我在悲苦困境中怀着信心举目仰望您，
您曾纡尊降贵，拣选了那属于贫穷和遭遗弃的农民之土地来做您的居所。在那里，那个死寂颓败的城市和竞技场前，您以胜利之后的身份高扬您有力的声音，从意大利及普世教会各地召唤您前进的孩子，为您建造一座圣殿。现在求您可怜我这个躺在泥泞里心灰意冷的灵魂啊，圣母，怜悯我，怜悯我这个饱受悲惨和屈辱的人吧。您是邪魔之诛灭，求您从围攻我的仇敌中保卫我吧。您是禁教之幼，求您从这些极难熬的苦难中解救我吧。您是我们的生命，求您战胜那暴露着危机和威胁着我灵魂的死亡吧。求您重新给我平安、安宁、爱与健康吧。阿们。母后万福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瓦子孙在此尘世向您哀呼，在这梯气之谷向您叹息哭求。我们的主保，求您回顾怜视我们，一旦流亡期满，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。童贞玛利亚，您是宽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饴的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得悉许多人因怀着信德向您求助，便获得了您的助佑，因此这给了我新的力量和勇气，为我的需要来呼求您。您曾答应圣道明，谁若愿意获得恩宠，借着您的玫瑰金必得给予。啊，母亲，如今我手持玫瑰念珠，胆敢重提您的神圣许诺。的确，您仍然亲自在我们这时代实行奇迹，以召唤您的孩子在庞贝的圣殿里恭敬您，所以您渴望抹掉我们的眼泪，减轻我们的忧虑。那么我就怀着热切的信德，以唇舌来表达我的心声，呼唤和呼求你，我的母亲，亲爱的母亲，美丽的母亲，至甘饴的母亲，帮助我吧。庞贝圣神玫瑰金之后和母亲，不要拖延，向我伸出您大能之手来拯救我，因为您能目睹延迟会导致我的人亡。母后万福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瓦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，在这梯气之谷向您叹息哭求。我们的主保，求你回顾怜视我们，一旦流亡期满，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。童贞玛利亚，您是宽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饴的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您是苦者之安，被遗弃者之慰藉，忧苦之慰。如果我不向您求助，还能向谁呢？我向你承认，我的灵魂痛苦不堪，因重大的过失而沉重，该在地狱中焚烧，不配领受恩宠。但难道您不是绝望者的希望，
耶稣的母亲，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唯一中保，在全能者的宝座前，我们有力的主保罪人之托吗？如今，只要您带我向您的圣子说一句话，他必倾听。啊，母亲，所以请为我这必须的恩宠求他吧。从心里提出你所渴求的恩宠。您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我的安慰，我的甘饴，我整个生命，只有您能为我求得这恩宠。因此，我寄望于您。阿们。母后万福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瓦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，在这低气之谷向您叹息哭求，我们的主保，求您回顾怜视我们，一旦流亡期满，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，万民称颂的耶稣。童真玛利亚，您是宽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饴的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啊，神圣玫瑰金之后和童真，您是圣父的爱女，圣子的母亲，圣神的敬佩。您能从至圣圣三求得一切，您一定要代表我恳求这必须的恩宠，倘若它并不阻碍我永恒的救恩。从心里提出你所渴求的恩宠。我因您的使胎污染原罪，因您是天主之母，因您的喜乐，因您的痛苦和您的凯旋胜利而向您祈求。我因您可爱耶稣之圣心，因您怀着他在您母胎中那9个月，因他的痛苦，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因他十字架上之圣死，因他之圣之圣名，因他至尊之宝血而向您祈求。最后，我因您至甘饴之圣心，并因您光荣之圣名玛利亚而向您祈求。您是世海之心，是大能之母，是痛苦之沧海，是上天之门，也是恩宠之母。在您内我信赖，在您内我凡事盼望，您一定要拯救我。阿们。母后万福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瓦子孙在此尘世向您哀呼，在这梯气之谷向您叹息哭求，我们的主保，求您回顾怜视我们，一旦流亡期满，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，万民称颂的耶稣。童真玛利亚，您是宽仁的、慈悲的、甘饴的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神圣玫瑰金之后，请为我祈求，使我堪当承受基督的恩许。天主，因你唯一圣子的降生、死亡和复活，为我们获得了永生的赏报，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默想圣母玫瑰经的奥迹，并能效法其中的含义，获得其中的许诺，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圣道明及圣女加达利娜转求，
为获得庞贝童真圣母的恩宠。啊，天主圣善的司铎，光荣的惠主圣道明，你是我们天上母后的朋友、爱子和知己，又曾借着神圣玫瑰经的力量行过许多奇迹。圣女加达利娜，你是这玫瑰经修会的长女，并在圣母宝座和耶稣圣心前是有力的中保，还与耶稣交换过心。我亲爱的圣人圣女，请你们垂顾我的需要，可怜我的现况。你们在人间时曾经敞开心扉迎接所有人的不幸，并伸出有力之手援助我们的需要。如今在天堂上，你们的爱德和能力丝毫没有减弱，为此请代我向玫瑰经之母和他的圣子祈求，因为我深信借着你们我能获得我所切望的恩宠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为圣洁的恩赐，向圣位尊爵菲勒洛祈求，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向圣多马斯·阿奎那祈求，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神圣玫瑰经之后，为我等起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庞贝圣母求恩敬礼第六天到此结束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一起祈祷。愿主降福你。